章子怡凭借《演员的诞生》重回观众视线，口碑和风评都逆风翻盘，最近还如愿怀上了二胎。章子怡为了安心养胎，直接停掉工作。11月11日，当大家都在疯狂购物时，章子怡晒出了一组和醒醒在海边度假的照片。照片中，章子怡和海豹嘟嘴自拍，搞怪卖萌的样子完全颠覆了国际影后的高冷形象。章子怡带着醒醒在外度假，另一边，静妮小苹果却一个人待在家里煮泡面。或许是从前没有做过饭，小苹果煮面时差点把面扔到地上，看得人十分心疼。早前章子怡公布怀二胎的消息时，小苹果删光了和章子怡有关的视频。不少人猜测小苹果是不满继母怀二胎后被冷落，对此小苹果给出的答案是冲动是魔鬼，还把简介改成了营销号，真有意思。章子怡虽然没有带着小苹果一起去度假，但一直带着象征小苹果的项链，由此看来母女俩的关系还是很好的。